哎，他们跟你说的是谢谢。嗨，国家二级泡泡糖运动员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可是国家二级泡泡糖运动员啊！来来来，六一关爱活动，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啊！过两天我们社团有个 K 歌联谊会，他们都让我来找你，希望你可以参加。告诉他们，我是不会去的。哎，给你的。今天不是我生日啊。今天不是，那明天呢？谢谢你。这个人是那个走起路来都在耍帅的陈洛毅吗？你笑什么？没有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明天姚克生日啊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姚克的朋友圈，我真的是花了一晚上才看完，你知道吗？姚克他能一口气吃下三个汉堡，五对烤翅，两杯大可乐，他还能一周不洗头。不过我知道他最喜欢五月天。为什么他要把我的朋友圈都翻完？难道……哎，谢谢，我很喜欢你的礼物。去哪儿？我是不会给你逃课的。下次再也不敢放的爱，谁知道诸葛才一般，桥段都还没唱出来，就突然你的出现爆破了悲哀。难道我有初恋了？不可能，我有初恋了。可是真的初恋了，这一种 feel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。哎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猪鼻子插葱装笑、爱耍帅的人。啊？是吗？没有啦，夸你帅。原来你也有快乐的一面啊。啊，好久都没有这么放松了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明明不近视啊。
我先走了。你明明不近视啊，为什么看不出我喜欢你？天哪，为什么心跳那么快？我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不知道今天的你还好吗？未来的你还好吗？你的未来，其实我很想参与，但是好像我来得很晚，晚到你好像已经不属于我，可是从来没有属于过我。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存在，都是为了另一个人的出现，所以一眼是你，一眼念你。你觉得雕刻好看吗？好难看。那你还送那礼物？因为什么？哎，因为什么？哎，你快说，因为什么？